好想你。姐姐，妈妈回来了。Hi, Claire。它是我们最新研发的泛用型人形机器人艾普洛，我希望它在家陪你们。我的任务是要让你开心起来。子瑜，不要生气，不要碰我。你不能这样随便丢一个机器人给我们就想走。真正的妈妈活在我心里，艾普洛也只是一台机器人。你是不是觉得如果你喜欢上他，那就背叛妈妈了？你要我跟我妈走吗？我想帮你，让你开心，来，叫一个。